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43页啊，743页，从第五行看起啊，第五行。菩提正体，力求无相。今作相求，不当舍利，故名人云也。是故，今言菩提者，不可以心得，不可以身得也。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接着我们看下面，下面解释啊。是云：菩提真正之本体是七理，则无一切相，理者实即离体，一切真如实相。这一句在本经里面常常看到啊，常常看到，就是多次重复。换一句话说，非常重要的概念啊，不能够没有。这所说的就是自信，就是真心啊，人人本有啊，他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这个里面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可是我们六根接触不到，我们的心念也想象不到。啊，他没有离开我们。一切时一切处他都在，什么人能见到呢？明心见性的人能见到。为什么？明心见性的人，他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完全用的是真心，真心见到真心，妄心见不到真心，啊，起心动念是妄心，见不到真心，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所以这解释前面说菩提真正的本体，就是平常所说的其理，啊，其如。理性啊，理性就是真性，则无一切相啊，这个里头所有一切相都没有啊，心地清净确实是一尘不染，一念不生啊，没有一个妄念。啊，这是真心，这是离体。啊，是离呢，实即离体，即真如实相，都是真心本性的名称。所以行人、修行人，如果作相以求，就是你着了相，
着相就是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真心就不见了。你所用的全是妄心。啊，妄心里面有什么呢？妄心里头有记忆，就是你阿赖耶识，这个资料库里头所有的东西，它都会现行。你用的这个东西，不是用的自信。啊，自信里头这些东西通通没有，干干净净。啊，我们常常记住啊，慧能大师开悟对五祖的报告，只有五句话。啊，第一句话是自心的本自清净，就一尘不染。啊，第二句话，本不生灭，宇宙之间所有的现象都是波动现象，波动现象就是生灭现象。啊，本无生灭的时候，它没有波动现象，所以波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第三个，本自具足，这是心得，不可思议，它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能显，什么都能变。啊，这是自信里头不可思议的，无法想象的。啊，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的德能，具足无量相好。啊，就好像我们做梦，我们从梦中可以体验到一些，啊，我们知道做梦的意识什么都没有，哎，但是啊，它能够现梦中境界，梦中境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啊，我们从这个道理，慢慢就能够啊，想象得到极乐世界不思议的境界。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一切现象呢，都随心所欲。啊，心念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梦中可以现这个相，那在极乐世界为什么不能现？啊，实际上这些奥秘，佛法里的甚深的奥秘也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细心的话能体会得到。啊，但是呢，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啊，不能想我今天想做个什么梦，没办法，梦啊，自己做不了主。但是极乐世界是自己可以做得了主。啊，我们在极乐世界。啊，想想我们从地球过去，现在地球什么样子？这个念头一动，地球就现起来，你就看得很清楚。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现象都是随心能现。啊，所以心现识变。啊，所以对于自信，修行人不能够起心动念，不能够分别执着，那菩提你就见到了，那智慧就现前。说你看一层菩提之果，我心里有个念头想求菩提，错了，求不到。我想一个方法来求菩提，这个方法求不到。啊，为什么？把这个念头打断，菩提就现前，就这么回事情。
底下这句话说得好，起心动念呢都是法旨啊，即是作相啊，作相就是一般般若经上讲着了相了。啊，这一着相呢，自立于离体的实际，啊，于离体实际就是自性，也就是菩提，跟他距离越来越远了。故云：不当离时。离是自信，自信是真实的，是此人在源于菩提啊，菩提真有，不能有心去求，也不能无心去求，又无两边都不住，他就现前啊，你就能见到了。今者虽知修行妄求啊，寥寥实之，离体无求啊，在理上一定要如如不动，菩提就现前了啊，清净心现前，菩提现前。如如不动，菩提现前，是任不坏假名。是故备修万恨，故能感也。啊，修行，无论修哪一种行门，只要不着相，跟菩提就相应。修行要着相呢，跟菩提就相远了。这个东西就是不能执着啊！前面说得很清楚，佛对这一桩事情讲了几十个名相。为什么说这么多？用意叫我们不要着相啊，不要着名字相，名字是假的，不是真的，着相就错了，不着相了解名词里头的意思，这就对了啊。佛这些名相最重要的意思是让我们了解这个名相的含义啊，不执着名相，名相随便怎么说都可以，理不变的啊，性不变的啊，所以名是假名啊，性则是真实。是故大智度论云：若人见般若，是则为被缚啊。大智度论里头说的这个话，如果有个人他见到般若了，般若没有相，他怎么会见到？啊，他说他见到了，见到是烦恼，这个缚啊是烦恼的代名词，他就生烦恼了。若不见般若呢，也是被缚。为什么？见起心动念，不见呢也起心动念，所以全都错了。与般若不相应的，般若就是智慧，般若就是此地讲的菩提心。
菩提是梵语，意思是觉悟。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觉悟的反面是迷惑，起心动念是迷惑，分别是迷惑，执着是迷惑。所以我们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菩提就现前了，般若就现前了。虽现前清清楚楚不着相，一着相呢又错了，就迷了，不能着相啊。在哪里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在穿衣吃饭之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其中，就是迷惑而不认识佛菩萨他们比我们厉害的，就是他们认得很清楚，他们决定不起心不动念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都不起心不动念都没有分别之处。这是什么境界？这就是十宝庄严土地境界。诸佛菩萨一真法界的境界。龙树菩萨是云。他解释的说。龙树菩萨这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他始终不离四句不离四句者为父这四句是什么呢？是第一句是有，第二句是无，第三句非有非无，第四句亦有亦无。无论是哪一句，你都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就错了这就是烦恼立四句纵然设这个四句，心理上没有分别之处，没有起心动念，那就对了，就解脱了这个是非常微细的一个念头都不能有，有念就是凡夫，有念就是迷再细微的念头只要有就迷了所以我们迷失自信，怎么迷的自己不知道，真迷了佛在这些经论49年所说的，都是帮助我们从迷惑当中觉悟过来这叫佛思，这叫佛法，佛是觉的意思佛法是觉悟的方法，佛思是觉悟的大事，如何从迷惑觉悟过来。那么通常佛用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觉悟？开示，开就是讲经教学，示就是自己做榜样给我们看开是耳根，示呢是眼根，让你看
让你听，你才会觉悟。对下面解释，不行而行，即无求而求。翻过来，行而不行，求而无求，这就对了。求是什么呢？是思。无求是理，事上求，心上没有求，理是属于心，最重要在这个地方。虽知离体无求啊，菩提无得了，我们还是认真的修行，修六度万恒。从这个里面呢，感得菩提。比如说，我们修十善，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口不妄语，不染舌，不绮语，不恶口。意呢？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属于思。要不要做？要。我做这些事，用的是用的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不落印象，这个事就是菩提。为什么心里头不住啊？心里头没有啊？事上一样做，事事无碍，理事无碍，这是真正的大菩提的。他为什么要在世上这样认真去做呢？是度化众生啊，众生没觉悟啊，都要用这个相去引导他，让他慢慢的在这里头悟入、切入。所以菩萨是为度众生，必须要做出这榜样，还要认真去教学。所以在菩萨是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在众生呢是有作而作，他不是无作，他作真的是有作。慢慢让他从有回归到无，这是教学的层次，逐渐向上去提升。不能不做，如果是真的不做，这个社会就乱了。知道这个东西假的，假的也要做成真的。假戏要真演，演的要逼真。才能够收到世间法的效果。从理上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从理上讲啊，明理的人行啊，迷于理不明理的人不行啊。那就要真修啊，要真干。所以菩提无德，仍然是悲修万恨，以感菩提，
妙其中道，这个妙其中道就是觉悟了，在修行里头觉悟了，啊，完全明白了，啊，诸佛如来坐而无坐，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表演，八相成道80年，啊，他老人家80岁走的。中国人算虚岁80，外国人讲始祖年龄79岁。啊，那个80年表演，无坐而坐，坐而无坐。啊，无坐而坐是他，坐而无坐呢，是让我们感到，我们从坐而无坐里头切入。啊，看久了，慢慢看出来了，啊，叫妙其中道啊！不定在什么时候，不定在什么事情当中，突然之间开悟了，明白过来了。啊，故能相感而相契。啊，这个就是佛菩萨教学的善巧方便。次者，安乐集以净土论之处，凡于法心会无上菩提者，先须远离三种与菩提门相应法。这个意思也说得非常好。安乐集以往生一净土论，这个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往生论里面说，啊，凡是想发无上菩提心，啊，必须先远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背的。这个要远离。第一个，以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苦，啊，这个念头要没有，啊，不能有贪图享受的念头，贪图享受的念头，这个。与般若与菩提相违背，啊，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诸佛菩萨在常寂光当中这个法界虚空界里头，一切有缘众生，跟他呢都起感应道交。换一句话说，我们起心动念，无论在什么时候，有意无意，佛菩萨全知道。这一段事情，前些年我们学过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那是一篇论文，啊，这一篇论文分6大段，前面3段跟我们讲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由来，生命的形成，啊，我从哪里来的？
讲得很清楚啊。啊，比我们现在的哲学科学讲得清楚，哲学科学没讲清楚。啊，哲学里面假设有个本体，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从这个体生的，这体是不是真有真有？啊，体是什么？全世界哲学家到现在没讲清楚。啊，佛法讲清楚了，佛法讲这个理呀，就是真心，就是自信，啊，就是真如。啊，为什么科学跟哲学讲不清楚呢？因为科学家、哲学家没有正德。为什么没有正德？因为他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个东西他没放下，所以他没有正德。啊，化身菩萨他们正德了，所以科学家不如他们。他们对这个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本体在《华严观》上名称叫“自性清净圆明体”，这名字很好。啊，自性就是真如本性。啊，清自性是清净的，自性是圆满的。啊，圆满是讲他的相好，是讲他的德行。啊，明是讲他的智慧，就是智慧圆满。啊，圆字里面呢，是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啊，自性清净圆明体，体是本体。一切法都是从他生的，啊，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能生万法，哎，我也是从他生出来的，啊，一切众生通通都是他生出来的，啊，这说明什么？整个宇宙同体，我们同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自性清净圆明体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体。啊，本体这个体，它一念不绝，这是佛给我们说的。啊，起了一念不绝。就心现象了，觉心没有相，啊，觉的时候没有相，不觉就出了现象，啊，出了两种现象，一个是依报宇宙，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意识清净的时候不会做梦，一迷呀，梦境就出现了。啊，梦境一出现的时候，山河大地出现了，梦境出现了，整个宇宙出现了。第二个呢，我，是生命出现了。啊，我从哪里来的呢？从执着来的，执着放下了，我就没有。啊，这个小我没有了，那什么是我呢？变法界、虚空界是我，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迷了，在
变法界、虚空界、物质现象里面，就执着身体这一个执着，身体这一点点物质现象，认为是我身。啊，执着我能够思维想象的，这是我的心。啊，其实这是阿赖耶，阿赖耶太大了，阿赖耶的相是变法界、虚空界的物质现象。你看，那么大的物质现象，都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现在变现出来，在这里取一分，取这么一点点，啊，这个相是我身。啊，心是什么？阿赖耶的见分，见分也是广大没有边际啊！啊，取这么一点点，我能够想象的，这是我的心，这叫真的错了了。啊，我是从这来的，那跟着我来的还有麻烦。啊，我是第七世啊。非常严重的执着啊！我们讲心量很小啊，啊，本来心量很大了，心包太虚，量住煞界了，现在心量变成那么小，两个人都不能相容啊，都不能和睦相处，甚至自己跟自己都不能够和谐啊，小到这种程度，这可怜的基础啊！啊，随着一念不绝了，宇宙产生了，万物出现了，啊，我出现了，跟着我。出现的，同时出现的，有贪嗔痴，所以贪嗔痴叫俱生烦恼，一切众生都有。啊，要通过修炼修行，把它放下。啊，不通过修行，那大家都有，没有例外的。啊，这个。三个烦恼，我爱，我爱就是贪，我痴那就是愚痴，还有我慢傲慢，傲慢是嗔恚啊。你看，我见就是有我了啊，把这个阿赖耶的见相两分。取当中那么一点点，认为生活执着不肯放弃，啊，如果认阿赖耶全部都生活，哎，那就对了。阿赖耶的见分是我的心，阿赖耶的相分是我的身，是我的土，啊，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就是我身，就是我心。啊，这种认识还情有可原呢。啊，真正认识呢，真认识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心阿赖耶的见相两分呢。啊，见分是心理，相分是物质，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那是般若智慧现前，看清楚真相了。原来意念不绝，就等于说是发梦了。啊，出现，梦中出现境界。啊，知道境界不是真的，这个境界不会让你生烦恼，
不知道境界真相，你对于境界有分别，有执着，就生烦恼了。顺境，顺着你的心意识的，就起贪爱。不顺你意思的，就起怨恨。这七情五欲从这产生了，这是烦恼。烦恼里面有善有恶，烦恼都是染污，就不清净了。善念、善行感得的三善道。他变这个境界心情。如果是不善的心，不善的行为，所感的是三恶道。六道从哪来的？自己变现的。这叫心境界。这种境界现前之后，继续给我们说明，心，佛法讲色，色就是物质，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它的能量的周边法界，换句话说，我们起个念头，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所以诸佛如来全接受到，我们信息发出去，他全收到。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第二个呢，我们身体状况，身体是物质，这现在大家都知道，物质现象是波动形成。这个波动的速度跟心的速度是相同的，因为它是心变现的。现在科学家搞清楚了，物质是念头变现的，那个念头的速度太大了，现在是光的速度，电的速度跟念头不能相比，念头才动就周边法界，整个宇宙它都不满，所以整个宇宙像个电网一样，这当中一动全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的念头佛知道，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佛也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就是三种周边的，三种，第一个周边法界，第二个呢，畜生无尽，就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无量无边，无数无尽。随着你念头，物质现象都在变。科学家今天才发现，心能控制物质。境界确实从心想生。那我们的善行善念，境界好啊，都善境界。心念不善，境界就不善了。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我们知道了，是阿弥陀佛纯净纯善的心变现出来的。这个世界之所以特殊，之所以令一切诸佛菩萨欢喜赞叹，那是阿弥陀佛把他自己的宏愿修持的功德统统加持给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这个在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阿弥陀佛能有。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不要在乎什么品位，品位有没有？有，不重要。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待遇是平等的，上辈、中辈、下辈待遇完全相同，那就无所谓了嘛。物质生活相同，精神生活相同，学习的环境相同，这一点是让一切诸佛都赞叹都佩服。所以十方世界的众生在自己原来这个世界里头修行，多生多劫没有成就，只要到极乐世界去，决定一生圆满成就，不是小成就，圆满成就，个个都成佛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凡夫啊，极乐世界毕业离开的时候成佛了，没有一个是空过的，这叫真正不可思议。那么到极乐世界，这烦恼习气也都没有。贪心是有贪心，但是贪心在那里不起作用，时间久了贪心自然没有了。为什么在那里人不起贪心？那个地方所有一切受用随念而生，你想什么那东西在你先前，你还要贪吗？这不用贪了。我们这个世界所以这些金银珠宝大家贪爱它，这太少了，物以稀为贵也。极乐世界的物质太丰富了翡翠，这是我们世间人很喜欢的，绿色的玉，透明的，这很名贵的了。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土地就是翡翠。所以它的大地是绿色的，透明的，从上面看到底下。这个东西人就不要它了。那黄金呢？黄金是铺马路的，像我们这里白油一样铺马路的。太多了，无论什么珍奇之宝，在极乐世界取之不尽呐！居住的环境、房屋，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大小都不一样，随心所欲。我住的房子想大，它就变大了；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了。所以人在那里什么贪心都没有了。就是资源太丰富了。随心所欲。完全那个物质现象，通通受心的念头的支配了。想什么他就现什么所以贪着这个念头就没有了身相平等的极乐世界最大的特色平等，我们的身体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这是阿弥陀佛考察诸佛刹土，看到啊，众生相貌不一样，众生生烦恼，相貌好的就傲慢，相貌不好的就有慈悲感，心不平啊。那怎么办呢？相貌大家都一样，没话说了。所以极乐世界相貌完全一样，而且每个人相貌最圆满。释迦牟尼佛出现的时候，印度人也讲究着大富大贵的相，32相80种好。啊，佛出生，这32相80种好，通通具足。一看，富贵到极处啊！啊，是印度人的标准呐、啊，中国人也有要看相的，啊，哪一种相是贵相、富相？都有讲究啊！啊，西方阿弥陀佛的像是最极圆满，从性德里头流出来的。佛在《观经》上说得很清楚：“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每一个光里头有84000佛，不可思议呀、啊！那无法想象啊！啊，人人都是真的平等呐、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真有，不是假的。啊，距离我们现在不算太远。啊，谭徐法师的一个师兄弟，郭罗匠，在这里讲起来，大家都知道，谭徐法师晚年住在香港，啊，在香港办了个佛学院，原籍在香港，他是地贤老和尚的学生。啊，他这个师兄弟就是地贤老和尚的徒弟。啊，锅炉匠，这个行业现在也没有了，抗战时候还有。啊，这个行业非常辛苦，啊，补锅补碗的，啊，像我们这锅碗打破了。啊，破的如果不是很严重，他能够把它再补起来，还可以再用。现在科技发达，啊，制造业大幅度的进步，破损这个东西都不要了，啊，在从前舍不得丢啊，资源非常缺乏。啊，有这个补锅补碗的人从这经过，啊，还是可以补好，很便宜，啊，几个铜板，啊，做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挑一个小担子，到处吆喝。到40出头了，真是苦了一辈子了。啊，想到地贤法师，地贤法师是他从小的玩伴，同一个村庄里头小朋友。地贤法师念过书，他没念过书。
啊，这命运不同，以后地仙法师出家了，啊，这想到啊，这个朋友出家了，就找他，找到了，找到之后觉得出家不错，你看有吃有穿，又有地方住，不要不什么都不要愁了，一定要出家。地仙法师说不行，不能出家，那出家的时候，至少在寺庙里的住啊，这五堂功课要会啊，五堂功课不会啊，这庙里住不住，人家瞧不起你。那出家两桩事情，第二个就是讲经，讲经四十多岁了，不认识字，你学来不及了，就劝他别走这路。可是他的心非常坚定，非走不可。地仙老法师被他缠得没法子，最后说：“那你想出家，我有一个条件，你能够接受，我就跟你剃度。”他说：“行，你说什么我都听。那只要给我出家。”他说：“那好，给他剃度了。”把他送在宁波乡下废弃掉的小庙，没人住了，叫他去住，住在那里只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说你就念这一句，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一直念下去，他真听话，真干，就在这小庙里头3年没出门，地老在当地，因为那里佛教徒很多，上下都有，找了几个护法的，每个月给他送一点米，送一点菜，又找了一个老太太，给他烧两顿饭照顾他，3年完全遵照老和尚的教诲，真听话，一天到晚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就再念，不分昼夜。这个方法好，没有压力。3年之后，这一天，法师跟照顾他的老太太说：“明天我要进城去看看朋友。”第二天他去了，晚上就回来了。看看朋友，那什么，去辞行。他要往生了，他不说，只是看看朋友，一句话不说。见见面。晚上回来告诉老太太，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老太太心里想，师父从来不出门，昨天出了门，也许有朋友请他吃饭，他不要我烧中饭了。第二天中午不放心来看看，没看到叫师父，没人答应。但那个佛堂到佛堂里一看，师父站在了，手上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再仔细一看呢，死了。这老太太可吓到了，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就赶紧去报告。报告些同参道友护持这个护法了，大家都来看，看了之后没办法了，赶紧派人到关中寺去给地仙老和尚报信。没有交通工具走路去从他那个乡下大概距离相当远，这一趟走回来3天，
地仙老和尚来替他办理后事，站到三天了，这个可不容易，死了站着走的，有站着三天的没听说过。老和尚赞叹他：“你呀，真成就了。”真是大成就了，这是先前我们这个国家了，弘宗严教的大法师比不上你啊！弘宗是禅宗的大德，严教是讲经的法师，不如你啊！那些大山、名山啊，四大名山。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他对他赞叹，他真有成就啊！你看，就一句佛号，念三年，不认识字，什么都不会，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念，三年成就，这才知道前一天进城。去看看他的老朋友，见最后一面。这个见面意思很深，消息传去，那些人一定都要来看。这一看，念佛是真的，可不是假的。他度多少人呢？一直到现在，我们想起这桩事情，就增长我们的信心。这个法门真不难呐！只要真心、真愿意去往生，真愿意去，真肯念佛，这就成功了。这郭罗江他做到了。所以这第一句要把烦恼习气放下，远离就是放下，这个东西是假的，一切顺心的事情你知道是假的，你就不贪了。一切怨恨，冤亲债主现前些怨恨，知道是假的，也不恨了，你的心就平了。心平气和，这是真正智慧。第二呢，以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碍众生心。这第二个以慈悲门，头一个以智慧，第二个以慈悲，念念的要救众生苦，远离，叫一切众生身心不安的这个念头不能有，这个事情不能干。总是要想到让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不能跟众生带来的苦难给众生带来的苦难，这种心不是菩提心。你的菩提心发不出来。这个很重要。对于一切野兽，甚至于蚊虫蚂蚁、树木花草，都要有爱心，有善心，不能伤害它。佛家的戒律
清净比丘不踏生草。啊，草很活泼，长在那个地方。你从上面走过，这对他都有伤害，不可以。除非没有路，啊，一定要通过，这个可以。如果有路的话，不可以随便踏草。啊，这是什么？爱惜，慈悲心呐，啊，所以无安众生的心要放下，那必须要令一切众生欢喜。第三呢，以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辛苦。啊，一个出家人绝不要求别人恭敬，绝不要求别人供养。啊，供养身是物质，供养心是赞叹。啊，不求，也就是不求名闻利养。啊，名闻利养，这个跟菩提心相违背。啊，好名好利，贪求利呀，这个人没有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我们就晓得，纵然念佛不能往生。所以，往生论上，这个三条很重要啊。啊，是名，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这三样与菩提相违背啊，这是很容易犯的啊，不能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这下面有个简单解释，三种相违之法皆文种，第一个我心贪著自身，啊，这个不可以。第二个呢，无安众生心。第三个，恭敬供养自身心。这三种必须远离。啊，这三种心要是都有，不能远离，不能放下，那出家就造罪业了，不但不能往生了，他的去处不好啊，这就是卧道啊，严重是地狱啊，轻一点魔鬼出生啊，这个不能不记住。安乐集还有一段文啊，序言：菩萨原理如是三种，菩提门相违法啊，这个能够相违原理，即得了三种随顺菩提门法，何等为善啊，哪三种与菩提心相应？前面这三种的烦恼习气要是断了，放下了啊，三种菩提心相应的法了，它就现前。第一个，无染清净心，清净心现前的啊，不为自身求诸乐故啊，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
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法。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本经的经题后半段讲修行最高指导的原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啊，这是修因呐。这个题目上半句是讲果报。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福报。啊，你看，智慧福报，庄严是美好。啊，我们讲真善美也，佛法真庄严。啊，真善美达到圆满究竟，果有因有果啊，修清净平等觉啊，这修行就有功夫了。我们的清净平等觉年年上升，年年增长，这快乐无比啊。啊，如果是染污，啊，是傲慢，是不平，是迷惑，那就错了，路完全走在相反的去了。啊，清净平等觉是菩提大道，成佛之道。啊，染污，不平。迷惑，这是六道轮回道啊！啊，这个道不能走啊！啊，第二，按清净心。啊，这三种顺菩提门呢，通通是清净。你看。前身前面第一个无染清净心，第二个安清净心，第三个是乐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菩提安稳一切众生清净处。我们如何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若不作心拔一切众生利苦利生死苦，即便为菩提是苦，拔一切众生苦。是顺菩提门啊！现在众生苦啊，太苦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留意，如果有机会，就要帮助啊！每一个机会都抓住。不要把它失去。我们机会抓住了，还得要众生有福报。众生没有福报不行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说到佛法，弘法跟护法。重要了，啊，护法比弘法更重要。
弘法是教员，有智慧，福报差一点。护法没有智慧不要紧，他有大福报，有大福报能做大事业。啊，问题就是心量要大，要能包容。啊，我建学校，我当校长。我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来帮我教学，啊，教学的是弘法，当校长的护法，啊，我们这一生呢，要发心教学，为什么呢？没福报，这个自己很清楚。啊，老师对我好啊！啊，教我，前生没修福，福报是前生修的。啊，前生没修福，啊，就这一生呢，是物质生活很辛苦。啊，老师教我，劝我，学经教。啊，李老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我都听话。啊，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过的是游牧生活。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啊，可是他也很随和。你看，王公大臣、大夫长者，有花园、有别墅，请他，哎，他也去住。啊，最长的还住上两三年。啊，在那边讲经教学，一部经讲完了，别的地方又邀请了，他就离开了。啊，所以世尊对这个道场给我们有个示范，啊，我们看懂了，可以接受使用权，不能接受所有权。啊，道场是他的，所有权是他的，我来使用，用完了归还给你。好啊，出家信徒不会去争财产的。不是，没财产，财产有主。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尖沙咀这个道场，啊，佛陀教育协会，啊，他有个董事会管理，他有主。啊，我们在这个梁住接受他的聘请，在这讲经教学。啊，这是护法了。啊，护法的人有长远心，弘法的人在这里就定下来了。啊，很难得了。啊，这一次是香港回归之后，我们才遇到啊。香港同修护持，让我们常年在此地讲经啊，学习啊。在之前，英国人统治之前，我每年只能到此来一个月，短期的没有长期。啊，每一个地方，我总是想能住下来不动，非常羡慕啊，
过去祖师大德住在一个山上，一辈子不下山，那真正是大福报啊！我们没这个福报，每到一个地方都想能久住点，不行，总有差别因缘叫你走路。啊，新加坡住了3年半，还是要离开。啊，澳洲环境虽然是好，可以常住，可是我们总是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大乘佛法的根在中国。啊，在外国的时候相当困难。啊，所以我们总想呢，哎，离祖国近一点地方好。啊，早年赵普劳在世，啊，这是国内。对我护持，这是第一个有力量的人物。啊，老人常常劝我，落叶归根呐。啊，语言不成熟。啊，这些年语言都在国外。最重要的，如何能培养记起的人才？这个是最重要啊！人才可遇不可求啊，找不到啊！啊，但是今天这种高科技这种方法，我们一定要利用。啊，这是在从前。啊，像我上面一代的人，都不敢想象啊！啊，利用卫星成本太高了。知道这个东西好啊，啊，知道的人也不多就是了，不敢想象。啊，这一桩事情，早年方东梅先生提醒我，60年前的事情。啊，他告诉我，那个时候是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啊，跟我讲这个东西。啊，可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毁灭传统文化，它是个工具啊，它没有好坏啊，就看人怎么用它。如果用它来讲学，用它来讲经，这个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如果这个内容是搞杀盗淫妄，那就把整个社会摧毁掉了。啊，在那个时代，曾经有人向老师请教，那时候美国是世界上最盛的国家，最强的国家。二战之后，啊，有人
问老师，罗马也有亡国的一天呐、啊。美国不可能永远强下去，美国将来也会亡国。那亡国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老师没有考虑，就说出电视。美国亡国亡在电视。啊，随着就提出警告，叫台湾要小心。台湾如果电视要想走美国的路子，说台湾也就完了。啊，所以这种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利用它。啊，这都要有机缘。我们是有个居士，他发现建了个电视台，啊，24小时播放我讲经的东西。原来我不敢相信，2003年元旦开播，开播前2个星期告诉我，我以为他是骗我。那2个星期果然呢，元旦开播了。我告诉他，我说我等着看吧，看你能不能活一个星期。哎，1个星期过去了，我说不相信，我看你能不能活半个月。半个月过去了，看你能不能过1个月。1个月过去了，看看能不能活3个月。没想到了。他活了10年了，啊，今年刚好10年，不容易。这他做的真正做一桩好事，啊，不管他用的是什么心，但是是一桩大好事情，啊，让全世界的人，他现在6颗卫星，覆盖全球。啊，我们讲全世界都能收到。啊，收看的人越多，他功德越大。啊，这功德上不着相是功德，着相是福德，不是功德。啊，看他自己着不着相。啊，要是不着相，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提升品位。要是着相呢，来生人天福报啊，做这么一桩事情啊。现在越来越进步啊，网络不行，我们现在用网络不行，香港用网络，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啊，品质跟卫星效果差不多，啊，也是全世界同步能看到，啊，这么好的工具一定要会利用，啊，现在真正要做的是要做一个实验点。人家会相信，那个效果很大。啊，我们这个讲经效果还是有限度，有局限。啊，要做实验点，做出来给人看。啊，所以这几年，我有这个机会，我一定把它抓住。啊，来做宣传工作。啊，去年10月，梵蒂冈教宗邀请我去访问。啊，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我鼓励他，
宗教要走向教育。啊，去年邀请，我想了很久，还是要去一趟。这个机会也别放过。啊，去干什么呢？去劝他，把梵蒂冈作为一个天主教的实验点。啊，这个小城能够把天主教的精神、天主教的文化落实在这个小点。啊，这个小点就是地球上天主教的天堂，做出来，让全世界人到这里参观看看。哦，天主教天堂是这个样子，这很有意思啊。啊，所以我就很细心，我向他请教。梵蒂冈面积多大？啊，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它很小。我原先以为它至少有100个英亩以上了，没想到50亩，50亩和中国300亩地不大，这么小城，300亩地，不是居住的人有多少人？不到1000人，啊，他在罗马城里面，啊，罗马城也不大，是个古城，完全靠旅游，经济来源靠旅游，啊，古迹很多了，古城，啊，我就问他，在罗马属于你们天主教的教堂。有多少个？有400多个。好啊，等于400多个学校啊！每一个学校都要上课，都要讲经教学。我说你们要真正努力做这个工作呢，1年，罗马成为世界宗教和谐示范点第一个城市，这个做成功不得了。啊，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啊，所以我就想让他做，他要一带头做了，别的宗教就跟进。啊，基督教要搞个圣城，啊，伊斯兰搞个圣城，佛教要搞个圣城，大家都干了，那个就很热闹了，就搞起来了。啊，我的信息传达了，他也很欢喜。我看不容易做到。啊，教宗跟我同年，身体不如。啊，我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应该要做啊。天主教在世界上很大的影响力啊，他的教徒。10几亿人呢，啊，信仰天主教的对教宗都非常尊敬，啊，教廷我去过3次，跟他们也很熟悉，啊，总是希望啊，他能够做成。啊，去年年底，我们澳洲金钟学院庆祝成立10周年，我去参加了，啊，意外的一个收获，图文巴这个小城。宗教啊，团结了，这是一个好事情啊！我鼓励这些宗教领导人啊，这是这一个城市的啊，图文巴市啊，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联手。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一个多元文化
和谐示范城市。我提出这么个建议，这些人非常欢喜。啊，在图文巴做这个很有意义。这个小城人口10万人，有80多个民族，10万人80多个民族，有100多种不同的语言，10几个宗教，所以是标准的这个多民族、多文化啊，这个多宗教的一个小区，啊，10万人的小区，这个能够团结，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啊，相亲相爱，互相照顾，那的确很有味道。啊，这不是一个宗教，是10几个宗教团结起来做。啊，大家有这个意思，好啊。啊，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在1年时间把效果做出来，成绩做出来，啊，我说我帮助你们建立一个卫星电视台。啊，让你们把图文巴人民的生活，啊，这个地方的宗教教育、伦理教育，向全世界播放，啊，会招揽全世界的人都到这里参观、观摩、学习。哦，这个城市，啊，开发、旅游、观光、学习，啊，会兴旺起来，啊，很有意思。市长很年轻，很有朝气。啊，对于这个理想，他说这就是他的理想。我说太好了，啊，带头来做。啊，这叫机会，有机会要把握住，不能放弃。我说这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的路，先要做一个小点，啊，做成功之后，让全世界人来观摩、来考察、来学习，啊，就能自然扩大。啊，所以这些宗教的领袖们非常难得，啊，本来心胸都不怎么样的，现在心胸都扩大了，都能互相包容，啊，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那我们国内，我也希望能出现这样的试验点。啊，中国儒释道，确实，它融合了古圣先贤的智慧，古圣先贤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这个东西要能做出来，是全世界最好的榜样。啊，事在人为也。啊，要什么人呢？要心量大的人才行。啊，完全为自己的利益的，这就没法子，就不能做。一定心量拓开，要能包容。啊，这才能大了。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心量大，建造极乐世界，他去参观设方诸佛刹土，去考察，去研究，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建造出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不是阿弥陀佛自己想出来的，是实地上去考察参观带来的经验，这样造成的。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所以我们学净土，我们的生活可以学阿弥陀佛，我们怎么工作学阿弥陀佛，怎样处世待人接物，怎样帮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这些众生，都应当向阿弥陀佛学习。方方面面都是十方世界的好榜样。所以若不作心拔一切众生离生死苦这就违背了菩提。要常常放在心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的方法就是教学。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榜样，每一天跟大家上课讲经，49年没有一天中断过。是故拔一切众生苦是顺菩提门。三天呢，要清净心。这个自念去生，要是爱好，爱好清净心，欲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我们自己发菩提心，也希望帮助一切众生通通都能够发菩提心，摄取众生生彼国土，摄受一切众生往生净土。菩提是毕竟常乐处那么极乐世界把这个理念这个理想完全兑现了，所以世界成为极乐。极乐从哪里来的呢？极乐是从阿弥陀佛教学来的。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的教学没有中断。众生呢，天天在跟阿弥陀佛学习。极乐世界这些众生，这些往生去的人，只要到了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虽然是凡夫，不是自己修行有什么成就，他得到阿弥陀佛的帮助，阿弥陀佛的神通、道力、智慧加持给他，他都能起作用。所以学习的这个情绪非常高。再深的东西他能理解，就得佛理加持，神通广大。
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参访，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听经闻法是修慧。所以极乐世界修行一天，所得到的福慧，在我们这个世界修无量劫都不能成就，他那里一天归成就。那这是个好地方啊，这个地方人呢快乐无比啊，欢喜无比啊，为什么？福慧增长是大幅度的向上提升的，这真正不可思议那我们有义务，有使命，帮助一切众生。首先是认识佛教，这第一步。第二步呢，就进一步呢，认识大乘。更进一步呢，认识净土，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这个地方，一切众生决定去得了的，就是造无逆十恶罪，毁谤大乘罪。只要你能够忏悔，只要你能够认错，真心真愿念佛，通通都能完成。这个法门真的是无比的广大了，没有一个人不能往生净土啊！罪孽深重的人，是不是品位很低呢？不见得，品位高下与这个不相干。与什么有关系？与真心有关系。所以往往造极重的罪，忏悔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品位特高，让人感到奇怪，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出来？他不晓得，忏悔的力量太大了。中国人古人讲，浪子回头啊，无恶不作的这个小孩，一回头的时候大善人。为什么？他对些恶的门道他通通知道，他既然改过了之后，他就能防范叫别人不要作恶，那个功德就很大了所以回头是岸又何况人人都有佛心，人人本来是佛，所以此毕竟常乐，亦何而得呢？这说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不是暂时的，是永远是没有止境的。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真的是无量的那依何而得？这个毕竟常乐从哪来的？要依大义门大义门在哪里呢？大义门者，未必安乐佛故是也，这指出来了。义，我们中国人，古人称中国礼义之邦。
仁义之宝，大义门就这个意思。啊，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界里头仁义之道场啊，啊，礼义之邦啊，典范的、啊，啊，人与人之间，在极乐世界，比亲兄弟还亲。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那个相亲相爱是真，出自于真心，不是勉强的。啊，这些都是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教学教出来的。啊，佛教学没中断的。为什么每一天到极乐世界去往生的人有多少？那都新来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教学真的教不倦的，学不厌的，没有一个不认真教认真学。啊，毕业出去之后离开极乐世界，到他方世界做佛，像阿弥陀佛一样教化众生。啊，我们知道极乐世界每一天有很多新生进去的，每一天也有一大批毕业出去的。啊，这是虚空法界第一个好学校。啊，到这个学校都成为菩萨，故令一心专志，愿生彼国，于是早会无上菩提。啊，所以帮助众生一心专志。啊，这是早年50年前，啊，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换心的。啊，我们现在的心啊，是垃圾桶啊！啊，无论什么众生，些是是非非、肮脏东西，全装在里头，垃圾桶。把这个垃圾清理打扫干净，啊，统统清除出去，好的也清除出去，不好的当然更要清除出去，让这个心恢复到干干净净清净心，把阿弥陀佛请进来，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叫一心专志。啊，起心动念想佛，念佛，啊，称佛名，这真修行人，大修行人，大成就者，风范。事出事法统统放下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啊，愿生彼国，啊，于是早会，会是欺辱，啊，圆融欺辱无上菩提，啊，这就是成正的究竟佛果。以上所论为菩提门，与随顺菩提门，正显法性，
微顺之意。微顺不一样啊。凡以发菩提心修习净业者，这已经发心，正在修行，应常提究。应该常常体会参究，切莫自为菩提门。这是警告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违背了菩提门，一违背失去本愿，自障往生，你就不能往生了。这句话很重要啊。所以对于这个世间法决定不能沾染贪嗔痴慢疑一定要远离，那不是好东西五欲六尘都是断慧命，引导我们，牵引我们到三途，到地狱现在人喜欢这些东西，我们看得很清楚啊。那些都是诱惑你到恶道去的。佛菩萨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我们要相信。咬紧牙根，把五欲六尘放下。一心念佛，决定生净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